兄弟姐妹们，每次推大桥啊，都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啊，只要你肯去寻找。你看这不，这万亩新麻棒啊，是我走了五里地的这个沙滩啊才找到的。天天跟你们要双击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咱个这个视频不要双击了，关注我，看我户外赶海直播喽。有的朋友翻页快手的时候，只要看到作品，随手丢给你一个双击；而有的朋友看完之后也不会给他。殊不知，你们每一个双击，就是对我们年轻人最大的一个支持与鼓励啊！这是海洋比较稀少的一种生物啊，叫做后，它的血液是蓝色的，非常有医药价值啊。咱们喜欢大海的加个关注啊，每天在我们户外赶海钓虾啊。马上来了，毛笔钓了乌虾，看那能来。每次退大潮以后，这个神秘的洞口都会浮露出来。今天带着我的小钢锹，咱们过来试探一下，看看有什么收获啊。这两天别人家的小朋友双击特别多，为什么我这小朋友那么少？能不能给我这小朋友也双击一下呀？哎，八爪鱼一个，你可真会找地方躲呀。咱们起锅烧油了。Hello， 朋友们。我们这边又来台风了，货很多，但是这个小锤头鲨也被海浪给冲上来了啊！我就以自埋自挖的形式展现给你们，虽然说不是很大，但是长得是挺好看。如果你手机还有电的话，麻烦留下一个双击，关注我，今天晚上11:30赶海直播。